无人问津的角色，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假装热情的冷落，假装自由的枷锁，你最后成为了什么？燃烧华丽的烟火，绽放一次就足够了，奢求什么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？也许很累，生很美，也许卑微，生无畏，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，继续追。好吗？你别生气了。韩商言，睡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谁啊？这大半夜的。哦，是你啊。怎么了？跟女朋友吵架了？吵架啊，但守着也不管用啊。要不是网上我看见过你的车，还以为你是贼呢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这楼小姑娘家的，我晓得个。万一我熟人作案，人面兽心呢？哎，小心小心！瞧你这驴脾气，说反话了吧？看来啊，真的吵架了。没事，我跟我老婆也经常的，年轻的时候啊。也跟你一样，天天啊蹲他家楼下，睡不着啊。你晓得为啥？我就等他出来。你以为我这是浪漫吗？那才不是呢。我就等他出来以后啊，继续吵。这女人吵几架来可来劲了，理不理他是想休战，可他们倒好，追着你吵，恨不得啊把之前的一些旧账全翻出来了。你说都有这个记忆。高考是不是全985了？哎，我跟你聊天呢，回个话，有来有往的吧。你要没什么事儿呢，就继续去巡逻吧。糖，多吃糖，少抽烟，你老婆一定特高兴。
为什么起这么早？老大，你不是也很早吗？问你呢，为什么起这么早？昨天最新的排名出了，我才71名，队长又是第一名，我都不敢见他，怕他说我拉后腿，所以才起这么早，看看他比赛时候的视频，还有世界上一些重要赛事的视频，观摩观摩，学习学习。孺子可教啊。既然你在这儿，一会儿他们醒了帮我通知他们，我要回总部述职了，下周的比赛我不去了。什么？下周的比赛你不去了？可是官方都宣传出去了呀。宣不宣传关我什么事儿？老大，你不玩微博你不懂，官方宣传拿你做了噱头的，说到时候杠绳会亮相的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网上嘛，都是噱头，而且你要是真不去，肯定有好多人会失望吧。对我失望的人多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走吧。真不去啊？这要是换作是我，现场有那么多粉丝等着我，刮风下雨我要去呢。打比赛，为的不是粉丝，而是荣誉。懂吗？明白了。还有，这次我去挪威，我国内的手机会暂时不用。你们要是想联系我，打我另外一个号。好。师傅，走吧。童年啊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给大家送早饭。哇，大嫂，这是给我们吃的吗？子期。哇，想不到老大不在还对我们这么好，真是亲大嫂啊。那我先拿进去。你说老大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现在老大出国哎。他没跟我说啊。没跟你说啊？啊。他怎么这样啊？不过早饭我们还是收下了，谢谢大嫂。进来坐吧。小子一来就跑到这儿来吃喝的啊，挺潇洒的。我钱呢？还钱。不都转你账上了吗？你转我那钱够吗？你知道我那个东西现在已经升值了。反正我现在一穷二白的，随便你怎么说。把东西送给小姑娘了吧？小白告诉我的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是我逼他说的。你这个人，总爱管你前夫儿子的事儿，你现任老公不生气吗？你管我叫一天妈，我就得对你负责到底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，连笑容都没有。这样才可爱。我本来是要准备一份礼物给你带过来的，可是我卡里就只有几百块钱了，所以请你吃顿饭得了。你没否认，就证明这东西真的送给小姑娘了。儿子，跟我走。哎呀，先跟我走。哎，买单了吗？南威买了。好好好。
快，先跟我走。这些都是我嫁给你爸爸时候的嫁妆，记得这个应该是手表。哎呦，不对不对，看错了，不是手表啊，这个盒子里面是手表。哎哎，你看，手表啊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绿宝石啊，对对对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一整套的红宝石，这些都很值钱呢。最重要的是这个。这个玉镯是我外婆送给我的传家宝，我都舍不得戴的，很值钱的。这些呀，通通都给你。等我婚礼结束以后，你回去就用它来求婚，嗯？不需要，你收回去吧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嫌弃这是二手的？哎呀，珠宝这个东西不怕的，你看看你就不懂了嘛。都说了，不需要。你被人家甩了？哎，不会吧，我儿子这么帅，怎么会被别人甩了呢？难道是那个女孩不爱色爱钱？哎呀，别闹了。哎，我怎么是闹啊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争气。我四十多岁了，我都嫁了两回了，你呢？快三十岁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搞不定。有完没完呢？哎，你这个样子，我过两天怎么能安心嫁人呀？你小时候就叛逆，整天跟我搞事情。你现在好了，哎，我准备了这么多惊喜，用不上了。哎呀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真的很不听话吗？哎呀，那倒也不是啦。你说谁还没个叛逆期啊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叛逆啊，比你严重多了。错过今天，你可没机会骂我了。不是这个样子了，你小时候一直把你带到现在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在我闭眼之前，我都会对你负责任的。你又不是我亲妈，该放下就得放下。这人嘛，总是要讲感情的嘛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，你那时候好像才有这么高吧？哎呀，我们那时候就注定要做一辈子母子了。哎，你继续说啊。说什么呀？说那个女孩子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她怎么把你甩了呀？哎，是不是你狗脾气又上来了？哎，不过我们这脸蛋也是能扳回一局的呀。啊，你的婚礼我不去了，替我爸吃醋。哎，你什么狗脾气啊？说走就走的呀？拜拜。你真的是狗脾气，说翻脸就翻脸呢。Hey Anna, is Nama here? Yes, he's in office. Okay, thank you. Hello, everybody. Hello. Hi. Hi. Hey, 你来了。我需要100万的预算。总部没钱了，你对国内的选手真的太偏心了，这次选手会嫉妒啊。
你知道的，人不能忘本，中国才是我们的根。而且我刚刚进入这行也是因为加入了当时中国的战队，如果他们成绩好，那么中国就有机会第一次获得全球总决赛的门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比赛奖金，周边产业的收入，这就可以解决俱乐部极大的运营困难，不是吗？你期待的不只是这些吧？我懂你，你没有拿世界第一，你希望500能代替你完成。这帮孩子受到了太多来自于外界和家长的质疑，他们不是在玩，而是在训练，在比赛。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努力获得荣光的职业，而我所需要做的，就是帮他们向世界证明，他们能做到。大哥，没钱了。老规矩，抽一张，我大，你听我的，我小，我自己解决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抽一张，我大，你听我的，你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大哥，我们多大了呢？我们已经不是小朋友了。清醒吧，别混这个圈子了。哎呦，讨厌。我的，你辞掉工作，跟我一起办网络俱乐部，我压上我所有的身价。你的，我自己想办法，是生是死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来吧，三二。好吧，千万不能出老千。这次我比你大了吧？我去！别忘了，100万的预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作为一个商人，钱虽然是吸引人的。但是我希望我能看到中国团队和个人能站在世界上的舞台，我相信你们出现没问题，也没什么好理由可以拒绝你们。但是老韩，你要答应我，一定帮 KK 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，好不好？虽然过去的 solo 很重要，但现在这里的朋友都是你的好兄弟，都陪你打到天下。我知道你一定明白这一点。好，不说工作的事儿，说说女朋友在哪里啊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啊？你被人家甩了？烦不烦？不烦。你不说就没有那个100万了。走了。哎，100万没了啊！你敢？切！都约4天了。我还是联系不上他，他会不会出事儿了？啊，雅雅，他不会出事儿吧？不会，他出事儿了肯定是大新闻，你放心吧。他夜店大咖，好多人都盯着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怎么觉得更可怕了？他会不会生我气了？你说他是不是因为那只猫，还是因为合影的事情？我不知道呀。你看他对米少飞和欧强的态度。他应该不会排斥他以前的兄弟的，所以合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说猫嘛，他一个男的可能真的搞不定一只小猫咪，更何况还是个大男人。现在他那边时间是白天，白天应该在工作，可是他在工作，为什么手机会关机呢？
他为什么会关机啊？他肯定生我气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他一定生我气了，怎么办？他一定生我气了，没错。喂，你那个猫拉肚子了。知道了。雷蒙他妈来要带他走，不让他打比赛了。明天是阿姨结婚吧？是。明天回来，可以赶上 SP 小组赛。看心情吧。说完了。哎，等我。爷爷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没事惯了。等会儿听不懂啊。那个童年有来找过我吗？老大老大，快快快快快！来过来过。早上就来了，还买了早饭给我们呢。老大，你真是，你说你回去是不是都跟大嫂说一声，一点都不体贴。老大，你也太不关心大嫂了。谁让你放工放了五百？你干嘛一直买我的猫？你不会自己养一只啊？他都不关心自己老婆吗？本来是关心的，你一说话。他就不敢关心了。不是，哇，这老大也太无聊了吧！老男人还害羞呢，真的是，还无聊了，还无聊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走？你去哪儿啊？你总不能在我这睡吧？我多坐一会儿怎么了？我在隔壁也开了一个房间。你不回家睡，睡什么酒店？你是我娘家人。我住在娘家有什么不对的？再说了，你住这个房间，我住在你隔壁，也算是从娘家走一样的啊。反正明天我老公会来接亲的。矫情。韩商言，自从你给我当儿子开始啊，我带了你整整九年，也是你最叛逆的九年。这个电影里正在放一个年轻的姑娘，自己带着孩子。哎呀，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起来，以前我们娘俩相依为命的日子。想要什么直接说，记在账上，下个月分红了给你买。算了吧，项链呢是买来陪嫁的。现在倒好，连送给谁都不知道，连这个人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你真的没跟这个人合过影啊？哎呦，那你真是太委屈了。哎呀，真不知道我儿子心里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回去先睡了啊。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那幅画你看到了吗？你说这个吗？我画画技术不太好，
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样子。嗯，看呢还是看得清楚的。从这个画上看呢，这个姑娘面带微笑，一看就是一个人美心甜的好姑娘。儿子有眼光啊。明天参加完你的婚礼 after party 我就不去了，我得赶飞机。你这是敷衍我呢吗？不是，我有一铁哥们在国内比赛，我得赶过去看他。真不是为了我？想太多，睡了。好梦啊。无论你失败多少次，妈妈都是你的坚强后盾，你的保护伞，你的崇拜者。我的宝贝妍妍，永远爱你。妍妍，手机响了。啊？我帮你接了。别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谁呀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江东大学的保安，校门口的保安。校门口这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，说是来找姐姐的。她穿着牛仔裤，黑胶鞋，身上背个背包，戴个帽子。她说她叫小爱，你认识吗？哦，我认识她。麻烦您让她稍微等我一会儿，我现在出去接她。谢谢啊。陪我接个人走。谁啊？去了就知道。走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刚才你打电话的那个人。啊，麻烦您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把他带走了。不麻烦，就是有点担心。既然你们彼此之间都认识，那我就可以把人交给你了。哎，只是两位都是交通大学的学生吗？有带学生证吗？这个是我的，给您。我登记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来找我啊。自己来的，家里人知道吗？我有带助听器。啊，外面挺冷的，咱们要不回宿舍说？嗯，行。来，学生证还你。谢谢你啊。那人我就交给你了。好的好的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走吧，再见啊。再见。那边那边。哪间啊？104。104。就这儿。这间啊。嗯。干嘛？怎么了？他真的是所有的女儿啊？真的是。不过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我晚上跟你细说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他给送走。哎，不不不不不。又怎么了？他耳朵是，他现在带助听器了，其实可以听到我们说话。他刚才不想理我们，可能是因为任性吧。你们干嘛不进去啊？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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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。吓死我！饿了吧，喝点水吧。
饿了。哎，我出去买点吃的吧。好呀好呀，小爱肯定也饿了，是不是？小爱你想吃什么呀？他应该是有话想单独跟我讲。嗯，那我就都看着随便来点吧。随便买点吧。好，去吧，你们聊啊。你不是有我微信吗？为什么来之前不给我发个微信，自己跑来啦？不高兴想来找你，要是提前告诉你了，你就不让我来了。为什么想来找我呀？想找你帮个忙。找我帮忙？韩商言是我妈的老板，你让韩商言把我妈调回去。为什么？你不想见到你妈吗？见过了就不新鲜了，想她快点走。她在这儿已经打扰了我爸的生活。打扰你爸的生活？你妈妈不是再婚了吗？你不会以为你妈妈想跟你爸爸复合吧？她想带我走就是严重打扰了我爸的生活。那可能韩商言的权力没有你想象那么大。你就直接说你搞不定韩商言呗。怎么可能？要不算了吧，韩商言脾气多差呀。我爸人挺好的，你考虑考虑我爸呀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反正 CTF 上的成绩我爸不比韩商言差多少，何况我爸比韩商言帅多了。你爸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明明是韩商言帅点吧。你什么眼神啊？明明是我爸帅好了。你爸长这样，韩商言每天绷着一张这样的脸。你爸脑袋还大呢，韩商言脾气还差呢。你爸腿比韩商言短半截呢。韩商言脚臭。他脚臭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说了。你听谁说的？你别管谁说，反正就是脚臭。韩商言脚臭。我比韩商言脚臭。不是韩商言他不脚臭，反正就是脚臭。你爸脚臭。你过去怎么样？我吃的，终于回来了。小爱肯定饿坏了吧？啊、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就一样都买了点。还有肯德基啊、面包，还有生煎包，还有烧麦。怕你不喜欢吃咸的，还买了好多蛋糕。你看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小爱，你看这个是我跟丫丫下课特地去买的。里面那个你准备怎么处理？不知道啊，我给韩山打电话他还不接，我们都好几天没联系了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看这样子应该是跟 Solo 闹脾气了。哎，不这样吧，你给米少飞打电话，让米少飞跟 Solo 说来接他。我觉得不行，小孩叛逆不能硬来，不过是得先让他爸知道。哎，明天 SP 有比赛，我想办法弄张票，咱俩能把小爱带过去，看完比赛之后再劝他跟爸爸和好。今天晚上就让他先在咱们这儿冷静冷静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觉得没有隔夜仇的。嗯，行，听你的。嗯，他在回来路上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偶像，我现在把手机给年年。好好。找到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 Solo。你好 Solo， 我是童年，就是韩商言的那个朋友。我知道，小爱现在在你那儿吗？我到处都找不到她。对，她在我这儿，你放心吧。嗯，这样吧，明天我把她带到比赛现场，安全交给你。今晚就让她在我这儿住吧，好吗？好的，
谢谢你，童年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一切都安好，放心吧。童年姐啊，韩商言皮子多丑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才没有呢，他什么都好，我都喜欢。哎，你那是被猪油蒙了心。要不你考虑考虑我爸。算了吧，我不喜欢，谢谢啊。那个小爱，你考虑过没有啊？你爸人家肯定喜欢有技术的呀。谁说我爸喜欢有技术？这一点我必须得和你聊。你问你问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要非逼我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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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别动啊！我这助听器可贵了。我错了行吗？我现在跟你站同一阵营，可以吗？哎呀呀，这么快你就换阵营了你？纯纯上。那个我跟你说啊，年年啊。他不喜欢长得帅的。那韩商言，他是丑八怪。你才丑八怪呢，他怎么丑八怪？他长得多帅啊！你还四眼呢，四眼田鸡。我错了。雅雅姐，所以现在你是和我同一战线的喽？我这个吧，你叔叔刚到上海啊，他就住我家。你有什么问题随便问。我没什么想问的。是吗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赶紧睡觉了，睡觉睡觉，都睡觉睡觉了，睡觉。哎，你就在他那儿睡挺好的啊。你们正好问问你叔叔的事情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睡觉吧。那你干啥呀？睡觉了。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找你了。紧张吧？紧张什么？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呀，再开战可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了。我们不是提前出线了吗？有什么好紧张？Solo 找你谈话了吗？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什么东西不踏实？你不要扑空了嘛，你直接说好不好？我听他们议论说，二队的队长傅莹准备被提拔了，这就意味着咱们一队可能有人要被撸下来。很好啊。所以我……你是怕我被换下来吧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有可能被撸的是我呢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好不好？你说。当年我们五个人是最强的，但没想到现在我是最差的，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被换下来无所谓，我这样就不用被人家戳江湖说我都是靠骚扰。说什么疯话呢你？再这么说我可生气了啊！我们根本就没怀疑过你的个人能力。兄弟，拜托你一定要帮我，明天好好给我鼓劲，我一定要赢。没事儿，有我在呢。我帮你，咱们肯定赢。好，明天我们来场大的，让别人知道
solo 战队都不是废物。没事。行，童年，给你们送票来了。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你是 Apple 的。你好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主攻手。谢谢。他是我同学，我爸不是有秘书吗？怎么让你给我们送票？你爸的秘书有其他的事情做，平时不来赛场。这个是三张 VIP 的联票，你们坐在一起会比较方便。好的好的，太谢谢了。韩商言今天来吗？他是在前台还是后台呀？他今天不过来，他没有告诉你吗？哦，我知道他出国了，我就是顺口再问一下。他可能太忙了，今天是我们的比赛，不是 KK 的赛事。嗯，你们快点进去吧，一会儿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的比赛一样很精彩。走了，拜拜。谢谢，辛苦了。他不来就不来呗。待会儿让你全角度观看世界上最伟大的队长。你每次跟我形容你爸的时候，我都特别想问你一句，你爸是吴亦凡呀还是彭于晏呀？我爸是王浩，最伟大的队长。王浩，王浩最厉害。气的。喂，师傅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当二号考。好，麻烦您快一点，我非常着急。嗯，行，就这么说，一会儿见。坚持都忘掉，想念始终。